孩子睡眠中惊哭，妈妈好崩溃。他大概每天半夜大概睡到十二点一点的时候，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，然后是眼神紧闭，跑过去抱着他哄他叫醒他都没有用。然后这个症状应该从他出生一路持续到他快四岁。夜听的时候好像会觉得自己好像被绑住了，对，所以你越抱他，他感觉会更强烈，会挣扎得更厉害。